第二天一早了，刚刚早饭也已经吃好了。我是起来以后脑子稀里糊涂的，阿姨给我们烧的丰盛早饭我都忘记拍了。兄弟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阿姨烧的太好吃了。烧的什么？介绍一下。烧的红枣，小白拿来的鸡头米。还有怎么叫小白拿来鸡头米了？我就送给阿姨的鸡头米，就阿姨的了，对吧？阿姨的了，还有是蛤蟆油，蛤蟆油，对，对吧？还有桂圆，桂圆，意思意思弄一点可以了。阿姨弄得很厚的，满满一大碗，吃都吃不下。本来我还想吃一个高桥松饼尝尝味道的。你看，我和兄弟松饼都没有吃，就阿姨吃了一个，阿姨胃口也不大。本来我是想尝个味道的，吃不下。你吃得下吗？我也吃不下呀。是啊，一大碗那个蛤蟆油，蛤蟆油，还有鸡头米，这个是白果味的。对，这个也白果味的。这豆沙的。啊，这个是豆沙的。这个是我看一下。这个是豆沙。这个是豆沙，这是白果。枣泥呢？枣泥呢？枣泥是这个。啊，这个是枣泥的，反正三个味道嘛。阿四啊。啊，是的。阿姨，你在家里面没事，早饭，吃两个，好的，不要吃的太多。这个东西呢，像月饼一样的，吃的太多也不大好。阿四啊，是的呀，吃个两个，那买了太多了，妈呀，这个一盒就是18个，太多了，多吃点呀，分给邻居一点，啊，给你好邻居一点，对啊，对吧？中国好邻居，上海好邻居。阿姨，反正这个没事的，这个放一个礼拜是没问题的，就是常温下面放。还有呢，转的话呢，最好不要微波炉转，最好在那个平底锅上面啊，小火给它稍微热一热。没有，我有那个两面一夹，不是通电的吗？啊，会得热啊。啊，对，电饼铛啊，那个更好，哎，那个更好。反正不要蒸，也不要微波炉转。对对对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你这个可以放一个常温，可以放一个礼拜的。你至少要吃一个礼拜的。来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再拿，我来拿吧。不是，这个是阿姨给我带回苏州的。这个是兄弟给阿姨的16，阿姨拿了4个，让我带给月月尝尝味道。这个是山姆的16，山姆16据说还是蛮好吃的。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。还有阿姨那个。苹果都给我2个苹果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话梅啊？衣服就被拿出来了。啊、话梅是我到那个啊，话梅正好。月月现在月月现在要吃这个话梅。这个话梅很好吃的。这个话梅怎么那么大？对啊，一个中午买老好吃的。啊，这个是兄弟给我的松饼。啊，这个饮料不要拿了，这个饮料我买给月月。给他看看呀。啊，给。还有这个阿姨给的月饼。上一次这一盒月饼阿姨本来就想给我了，现在阿姨补上了，这盒月饼又塞给我了，让我带回去。两个人一人一顶帽子，帅气啊。林爹，谢谢小白啊送的帽子，还有又拎了个大包裹出阿姨家里面。哎呀，阿姨真的是客气。我们现在赶地铁，我要去复查眼睛了，要加快脚步了，时间有点赶了，已经是来不及了。提前预约的是9点钟挂号，现在已经是9点半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挂上啊。今天一路过来啊，真的是感受到了久违的上海早高峰的人流步伐，都是匆匆忙忙的，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他们这种步伐了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坐过早高峰的地铁了，真的是心累啊。国庆节、中秋节放假之前，9月20几号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一次不用做那么多检查，才刚刚一个月都不到的时间，又给我开了那么长一张单子，总共7项检查，我前面都已经取号取好了，签到签好了。7项检查我估计一上午都检查不完，现在我的好兄弟是在楼上等着我，估计还要检查到下午。中午的话这里都休息，医生也休息，到下午再做好再拿给医生看。今天一搞
要弄一天了。等会中午的话，和我兄弟两个人在外面，我请他吃顿中饭。果然啊，早上是没有检查完呀，还要等到下午一点半再去检查，再把报告拿给医生看啊。现在我和兄弟来到了华亭路转弯口这个肯德基，我点一点肯德基，现在在等了，等会拿给兄弟，我们两个吃顿中饭吧。好嘞。这个一楼啊，信号很差的，扫码都扫不了，只有到上面去扫码点单的。兄弟久等了啊。那个你要的那个卷没有？鸡柳卷吗？我这个都是辣翅。素的。和新奥良烤翅。可以吧？看一下够吧，不够的话我等会再去点一点。小白不好意思，你请客了。什么话呢？这个是四个。嗯。新奥良烤翅。隔了。这个下面是鸡翅。嗯。你吃好了。啊，吃你吃吧，你吃。一起吃。嗯。你不够，等会我再下再上去点。哎，够了，这几个够了。这个事情真的是搞笑了。前面旗袍阿姨发我微信问我，她说小拜啊，你离开上海了吧？我说没有，我说医院人太多了，还要下午检查了，我说大概要到下午3点钟左右才结束，我买的高铁票是下午4点钟的。哦，旗袍阿姨说那就好。我说干嘛啦？她说昨天晚上她烧了一大盆红烧肉，我和兄弟都没怎么吃，他放在冰箱里了。奇葩阿姨说他又不吃，我说你不吃你慢慢吃呢，他说他慢慢吃，他不喜欢吃红烧肉，我说你给你邻居吃呢，他说既然你还没离开上海的话，那就让我兄弟乘个地铁去他家里面再拿一下，拿好呢让我这个兄弟直接带着红烧肉直接去火车站，我呢现在在肯德基，等会去医院里面检查好，检查结束我和这个兄弟再在火车站碰头，他再给那个红烧肉再递给我。兄弟啊，辛苦啊。不辛苦。辛苦。不辛苦，还好想起来。我给你个跑腿费吧。不用。没事的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真的谢谢你。没事的呀，小白。客气啥了？那小白多客气啊。拿个红烧肉有没有？那你等会就直接地铁过去一下。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兄弟。辛苦，反正我要送你到火车站的，不急的。这个包裹我来拎好了。包裹来，好吧。好的。那我们等会你拿好红烧肉，我们在火车站碰头。好的。你慢点啊。已经出医院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点了，弄个眼睛，又弄了一天，我要快点去火车站了。兄弟已经拿好红烧肉了。早就在火车站南广场等我了，我买的高铁票是3:35的，抓紧时间了，感谢兄弟啊，辛苦了。已经到南广场了，找一下我兄弟，他和我说他在肯德基里面等我。哪里有肯德基啊？我看到兄弟了，就在肯德基大门口。哎，兄弟。哎，小贝。哎，你等了多久了？等了20多分钟吧。20多分钟啊？哎，对，这个饼干是阿姨给你的，要等会啊，在家你带回家的呀。不，这个饼干不是我们买给他的吗？哎，他说他带给你的。哦哟，你搞了这个。你走了走。奇怪，你真的是红烧肉？哎，在家。对，别坏了，我放在里面。你在肯德基里面对吧？有空调的。红烧肉，这饼干他给我干嘛啦？那海盐饼干的，意大利的。辛苦你了，兄弟啊。辛苦，不。你肯德基再吃吧，给你买个汉堡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来领。慢点啊，我来领。真的是不好意思，又要谢谢兄弟啊，又要谢谢旗袍阿姨。你看看，每次从旗袍阿姨家里面回去都是大包小包的，又是一个双肩包，两大包裹。这个饼干是给阿姨的呀，给我干嘛了？真的是。还可以啊，来得及，还有10分钟才开。反正我每次这个时间啊，也是可，我不会什么提早半个多小时到的。手酸死了，一个手拿手机啊，还有一个手。四号车是哪一个啊？这个。已经到苏州了，乘苏州地铁回月月家里了。不对，
也是我自己家里啊。回家第一件事情估计就是又要开始做家务了。月月来地铁站接我咯，感谢月月啊。开心吗？感动哦，因为我和月月说我拿了好多东西拎不动。到我家咯，我肚子也饿了，吃好晚饭我就要干活了。第一件事情洗碗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拖地啊。地板包里扔好了呀，好了，那这是那天要给了这袜子要烧给，来给地板包里烧不？是。地板包里扔啊？嗯，地板包里烧，给烧里扔。嗯。看月月馋吗？阿姨带给你的话梅。嗯，我就是扔的。因为我就酸酸的味道。你现在不是就要吃话梅吗？嗯，是我好兄弟买的，甜甜咸咸的。阿姨一盒，你一盒，尝一下。嗯，等我。跟月饼一样吗？这个？这个跟月饼？跟月饼吗？月月吃的开心的。也不是月饼，反正性质差不多。哦。嗯。我尝一下。还有这里，你看有个饼干，后面我兄弟去拿红烧肉，这个阿姨的饼干也带出来了。三五的吗？啊，本来是买给阿姨的。复杂饼干，他怎么啥都不要，都给带回来？他说他一个人吃到猴年马月啊。山姆的大石榴了。对啊，山姆石榴不错，谢谢阿姨哦，也谢谢那个浦东大哥哦，